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4月12日。今天海外的媒体呢纷纷报道，原上海市市长杨雄过世，生老病死啊，都是人生常态。问题是什么呢？像杨鑫这样的人，这个杨雄这样的人啊，他这个忽然在这个时候死掉，我觉得多少有一点这个不同寻常啊。根据媒体的报道啊。这个杨雄呢，是4月12号凌晨去世的，终年才68岁。普遍的人们认为他是这个江泽民的马仔，甚至是这个江民恒的亲信，这一点应该是讲是比较可信的啊。海外媒体是最早报道这个消息啊，死去的消息是多维网，多维网有些消息那肯定是走在前面的，编辑部设在北京，中共的外宣阵地。那么他报道这个是12月凌晨24分，说是24时02分在华山医院过世了，说告别仪式将在4月16号上海龙华宾馆举办。那么看看杨雄这个简历啊，53年出生啊，浙江杭州人，生前呢是13届中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在上海工作多年啊，曾担任上海磁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航空公司董事长、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等等，那就说是国企大老板。国企老板能上去，肯定上面得有人了，对不对？国资委安排，国资委像这样的角色，最起码市长、书记才能这个上定啊。那肯定是有自己往上这个爬的这个途径啊。说是2001年2月，上海市副秘书长，2年后，上海市副市长。2007年5月，54岁的杨雄跻身上海常委。2012年12月，常务副市长的杨雄试图再进一步啊，担任上海代市长，不久就转正了。大家知道，2012年那个时候，习近平刚上来是吧？他的地位还没稳呢，所以说上海市市长这位置啊，对他来讲非常重要。习近平很想安排自己的人马，但是由于能力的问题啊，他的班底还没形成，那肯定多少做一些妥协。所以说，这个作为这个江泽民派系的大佬啊，杨雄能担任赫赫有名的位置，上海市市长也就在情理当中了啊。他担任这个市长4年以后，2017年2月呢，12届全国人大任命6位人大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其中杨雄给了他一个委员啊，财经副主任委员，这就等于过渡了。有的时候就在这个案板上就是开始抓了，对不对？有很多不都是这样？你像白安培呀、秦光荣等等啊，中共就是这样嘛。要整人的话，都有的是这个借口和时间啊。2018年出任这个中共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的，说他这个当官哈，这个关键的一步就在2012年底啊，接替韩正当了这个上海市市长。由上海这个政坛的变化，这个李强取代韩正就可以看出不正常啊。他们两个人没交接，这个没交接的还有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接掌，这个汪洋也是，他们俩不敢见面，见面就干起来，有矛盾，是不是啊？互相瞧不起。那同样的，为什么把这李强这个放到那里，然后这个韩正就留置在北京了？那就怕地方反对呗，对不对？因为习近平这个知道这个中共这个政坛这个棋子上最硬的一枚棋子就上海了，那是不好办的。大上海原本人就自我感觉优越哈，排外意识特别强，再加上江泽民、朱镕基、吴邦国，你想这个上海大佬们太厉害了哈，统治中国多久啊？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也是上海帮把毛泽东也是这个整得够呛啊。毛泽东非常重用上海的干部，你像那几个笔杆子不都是吗？姚文元、张春桥哈。等等啊，你可以看到上海的地位，这个仅次于北京啊，从某种意义上讲，比北京还重要啊。所以这习近平是花了一番心思啊，最后常委全部押上啊，假借这个叫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忽悠，才稳住了盘子了。否则李强怎么能待在那个地方？是不是啊？所以说，对杨雄肯定是不喜欢，没有办法。那么，海外的今天的看中国网站说呢，杨雄被指是江民恒的心腹马仔。海外媒体报道说，他当上市长以后，上海街头巷尾说，杨雄是上海台面的市长，
私下肯定是江泽民的派系了，对吧？这些老头老太太、元老们都想找一个傀儡啊，听我的，动不动一个是保住这个当官的时候贪腐占的金钱，另外一个免于整肃，此外还有一个好白龙啊，好指挥呀。你想当官了，下来以后也想这个动不动是指手画脚的啊，要享受好的物质待遇，有一个要一个听话的能够指挥得了的这样的市长，对他们来讲当然是美中的，美中是最感到高兴的一种方法了，是吧？到时候说杨兄啊，你给我办这个事儿那个事儿，是不是啊？还有那个重要的活动、节日什么，老头老太太们出来坐一坐啊，还要保持一种比较恭敬啊，这种点头哈腰的啊，这种这个程度啊，所以当官的考虑都这些东西啊，官场这套东西，本人是太熟悉了啊。那么这篇文章讲说，早在2001年，杨兄在上海市政府从政前，说就和这个江明恒就多次交际哈。据报道，张明恒上世纪90年代海归回上海以后，成立了联合投资有限公司，江明恒任董事长啊，公司总经理就是杨雄。你看，说此外，杨雄出任上海航空董事长、上海航空股份监事会主席等等期间，江明恒也曾插手上海航空。那毫无疑问，你想他爹是中共的一把手，你想，那这个他孩子再笨、再蠢、再低能，那都是别人都围着转。这主要是权力问题啊，一党执政。不过那时候还没达到一人独裁啊，多少还得分点权力给那些其他的大佬啊。那么这篇文章讲到了什么？就杨雄当时的一张照片啊，这我也当时也看到了。这个照片不同寻常啊，你看他在这个等汽车的时候啊，自己拎个塑料袋啊，这个有点不太像市长啊。其实中共这当官都是这样，你说你下台了不是官，你什么也不是，是不是啊？原本就能力差，靠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上来，甚至有的是行贿受贿、顺情讲好话、弄虚作假、欺师盗名，是吧？甚至还有的徇私枉法上来的。你现在把权给你一摘，顶戴花翎拿去以后，什么也不是，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没什么奇怪的。问题是这张照片是什么人拍的，什么人发到网上去，你就可以看出上海的权力斗争啊，非常激烈。我认为说不定就是习近平及其新的权贵啊，当时就顶住他的埋汰他，对不对？你否则的话，你想给人拍这个照片放到网上去以后，是什么意思？你如果得势有能力的话，谁敢这么欺负你啊？这么大个官是吧？杨雄再怎么样也是市长，这可不是大连市市长，对不对？所以这篇文章讲的有道理啊。所以2017年1月17号，他卸任之后转中共人大，在人大工作差不多1年后回到了政协系统。当时有分析说，他是上海26年以来退休待遇最差的、最落魄的一个，的确是啊。第一次没得到副国级的待遇啊！你像此前江泽民、朱镕基、黄菊、陈良宇啊、韩正都升为市委书记了，徐晃迪也晋升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雄失势的背后支持是江泽民加速的走向衰落啊，确实是这样啊。此一时彼一时，雕栏玉砌尽犹在，只是朱颜改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杨雄靠这个墙上，刚才想一想，这个问君你有几多愁啊？是不是啊？我就隐身太多了。这说明什么？杨雄这个还是挺平易近人的。你看，穿的鞋、衣服都很平常，是吧？还拎个塑料袋，证明这个人可能是在这些腐败的官员当中还算比较好的，说不定。这很难讲了。这些事情只有他们自己这个权力核心的上海的官场有些人才能讲清楚，老百姓怎么能知道？人们看的都是媒体包装、虚构。这个编造出的谎言是吧？欺骗老百姓一辈子，现在达到了原形啊！问题是什么呢？本人认为啊，他这一次这个死都不同寻常啊！你看现在为什么这个时间点不好呢？就是正是习近平要大举整肃上海帮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啊，要掀动这个上海这个江泽民派系这个最后的这个大棺材板子要撬开了，咯吱一声，你看这个人就倒下了，提前倒下。倒下来以后带走很多秘密啊！真的，如果你要揭穿这个江家帮这个腐败问题，要抓人的话，那这个首当其冲是吧？就是一个噱头了。一抓以后，检举揭发，你不检举揭发的话，你就判死缓是吧？一吓唬，然后就开始这个坦白交代了，一交代一大串，是不是啊？然后手印那么一摁，
就开始进行下一个了。这样整个跑掉了，是不是啊？人死如灯灭，一死百了啊，啥事也没有了，病死了，怎么病死的？没讲清楚是吧？是真正病死了呢，还是这个被病死？这个东西太可怕了啊！因为你想现在的高科技手段多厉害，有的时候整点什么东西在那鼻子上一蹭，你就没了，是不是？你看那个美国那无人机打那个苏莱曼尼，嗖一声，那刀就进去了。那个刀太精准了，一看太可怕了。现在，你说现在这个社会啊，就是要利用全是整人呢、啊。这个只要是有国家机器，那不可想象的这个精准的、啊，哈哈。所以我认为这个今天的报道啊，这个非常非常的诡异啊，是吧？你看以前有一个人就很聪明，2018年12月4号，大陆这个啊，有个人就发往新浪微博。啊，认证名为“历史春秋网”总编，啊，就发帖就说，曾经的上海市长在复兴中路上拎着啊这个马甲袋以墙而立啊，没有了前呼后拥，看上去有几分落寂落寞。有个路人在跟他交谈呢，你看人家看着这里的秘密了，不敢多说，是吧？谁敢说？在国内。就是我是在墙外啊，并不是我勇敢。要回去这么说的话，那当时要这么讲的话，那麻烦大了，是不是啊？从县民上传的照片看，此人就是上海市长杨雄啊，看起来有几分落魄啊。其实他这个时候，这张照片就显示了他的这个不明朗的、危险的、不令人乐观的前程啊。所以这个这么小的年龄，60多岁不算。大吧，是吧？倒下了，这个人好像给人感觉也没有什么这个，这个歪毛病啊。比如像我这样经常喜欢喝酒，动不动就喝醉了，那有可能是啊，提前倒下了。像他这样的，应该是，活个像江泽民呢，活个80、90岁的，应该是轻松，是吧？很轻松的小事啊，怎么回事？现在忽然间就拜拜了，是吧？很值得这个研究啊。今天这个。网上就看中国网站说的，杨雄不像以前上海市长没拿到副国级啊，副国级都会配备警卫之类的，那样就不会有落魄的说法了。说了仍然会前呼后拥。此外，作为江泽民的亲信，现在江家帮已在上海实施，杨雄自然也没有以前那种嚣张了。本人认为啊，落魄也是好事啊。假如刚才这个阴谋论没有啊，没有这些突发事件，没有人暗害他。正常死亡的话，我看就太好了，因为什么呢？免得被人整，是吧？整到法庭上站着，还要对不起党，对不起政府，心里也是郁闷。一审就完事儿了。你看另一句话，薄熙来啊，薄熙来上诉了啊。你看那周永康一顶一头高粱花子出来，是吧？棉花一样，出来以后就认罪伏法，哪像以前十年正法王这个周永康啊，是不是？所以说，他这个没有拿到副国级，未必是坏事啊，应该是个好事啊。早早的眼睛一闭哈，就带走了这个天大的秘密呀、啊。那么今天的海外奇谈节目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下次见。